研究表明，正确的资产分配是建立健康的长远投资计划的重要原因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高风险性和高回报的投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应该把投资的风险减低。很多人会因为自己投资回报而改变自己的退休计划。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变化，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身体必定会日渐衰退。有多少个人可以等到资产分配正确了才退休呢？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个人理财顾问，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让你避免很多错误。但是理财顾问、财务规划家或财务专家之类的名称没有立例管制，即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自称为财务顾问，甚至职业。一生资产到底应该交给谁？敬请锁定周六晚7点古语一台及7点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谁可称为理财顾问？